碰碰拉出来、哦、个人连得五分，面对林振扛得住吗？嗯，这一球守住了，好球。前场快攻机会，李家康犯规，净算三分打，好球，好球。那李家康推进的速度相当的快，嗯、回合数仅九十次，其实是联盟当中垫底的，嗯、但放篮差了一点。吉伦踩了一个欧洲步，给到底角的李家康 catch and shoot 三分 球命中了。这个李家康在场上啊，必须也在做到这些比较多的一个 catch and shoot， 掌握一些 catch and shoot 的机会啊。Robinson 练功的动作，李家康第一拍过人，球进了。好啊、李家康表现得相当活跃，嗯，没办法算，但是呢，至少这球是进了。周玉林突如其来，李家康说到信心了、啊，这场比赛他绝对也是一大益助。没，最后七秒钟还是选择来做攻击哦，结果被阿成盖了一火锅，这场比赛也结束了。中场新竹接口工程师以95-83击败了桃园领航员。也拿下了最近的二连胜，目前的战绩是2-1。那至于桃园领航员，则是苦吞了开季的3连败。